来看这劳动市场甲这经济的问题，讲顶个月有130,000人是来领这失业给付，这已经是来破了咱的历史记录了。所以，劳委会长有哪来开会的研究，看是毋是要全面来延长这失业给付嘞？啊，即马初步决定讲要来增加一个就业保险的失业率的这机制，啊，讲到这个阶段啊，对失业给付全面会延长甲到个月。顶个月大学生毕业啊，不过真侪人甲呾还搁咧找头路。后礼拜就要公布六月份上新的失业率，可能在破6%，搁一摆创下新高。所以劳委会嘛开始演绎失业给付，敢要按6个月对咧延长做九个月。就业保险的资源是有限的啊，所以呢必须要定定一个指标。比方来讲，像日本、韩国呢，它大概呢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就业保险的失业率呢概念，都是达到3%或者4%以上。什么是就业保险的失业率？就是目前就业保险投保的人数有535,000人，领失业给付的有134,000多人，占2.5%。未来会参考日本、韩国的做法，超过4%也是3%，才会考虑启动延长。不过劳委会嘛强调，延长不是无限制。有的国家他也许就说实施一段时间，比如说定了3个月之后啊，觉得这个情况稳定的时候就给他停止啊，所以不是无限制的延长。因为国内失业率也搁伫悲观，目前只有中高龄甲身心障碍失业劳工失业给付已经延长做9个月。一般劳工当时全面延长，劳委会表示，等要10月份就会讨论完成，未来若是符合标准，就会甲失业给付延长做9个月。记者柯云珠、柯正准台北报道。台北地方欢迎长是宣布了，讲搁要来延啊，即前总统陈水扁搁要来延啊2个月，今仔就伊个支持者去即派出所去看伊，因表示讲即陈水扁的心情是真平静，啊，毋过对着法官继续个羁押理由，包括讲伊来干扰着审判，陈水扁讲真袂当接受。为了能有能审理顺利起见，因此仍然裁定延押2个月。台北地方法院长宣布要来将陈水扁延押2个月了后，互法庭外袂少陈水扁的支持者真失望。今日透早都有支持者代表前往台北看守所来探望陈水扁，伊嘛表示陈水扁甲因讲，因为本来就有心理准备会了去延押，所以心情真平静。不过对着法官讲伊干扰审判，陈水扁是真不满。他觉得说干扰审判，他是法官认为说我们的联署还有律师对外的发言。那他庭讯都已经结束了，律师怎么不能对外发言？那总统要将里面的过程，他心里的话，透过律师给大众知道，这样有什么不对？这样是合法的啊，是符合人权、符合法律制度的啊。总统是觉得说这样子为什么就变成羁押了？另外大家也很关心陈水扁夫人吴淑珍听到陈水扁叫延押的心情，后面办公室说吴淑珍本来就对延押的结果无乐观，所以心情还够好。不过吴淑珍较烦恼的是陈水扁正卡受伤的病情，吴淑珍除了家己想要赶紧来看陈水扁以外，吴淑珍又叫伊的囝婿骨科医生赵建民也赶紧来看卖陈水扁的病情。他就非常的担心，那他有经过跟赵医师询问过以后哈，因为光从电话中哈，其实也无法判知哈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情哈，所以他是有意思说，是不是也请赵医师有空了哈，过来哈。他拄啊受伤的陈水扁，佫再度叫延押2个月，伊在看守所内底佮无聊，伊佮外界的部分联络内容，叫法官当作是干扰审判。陈水扁是不是因此会来调整伊的诉讼策略？阿爸，佮我来观察。记者张志扬、陈柏罗、SNG 小周伫个台北所做的报道。要来看是这地动的消息，今天饭店嘛，将有真侪民众可能在困的时阵，去这地动摇起。这是说花莲加宜兰迄一带，讲半暝啊连续出现了这4个地动，规模上大，也过6.3级。这有那是这两年来咱台湾出现这上大一届的地动。半暝啊2:05，突然四界拢在摇，外口的电火、电风摇到都要落去，内底民众嘛惊甲紧走出去。事后是反映说，有的确被吓一跳。宜兰的进度有4级，一挂墙啊破破去，真侪人拢困到半暝起，惊醒起来。向阳踹一个哦，就抓白卡出去。这个地震规模有6.3，等于是1.4粒的原子弹，正用伫个花莲秀林东方57公里的外海，深度9.4公里。宜兰的进度有4级，台北桃园3级，中部2级，南部1级。不过，规暗的地震唔念一个，伫个2:02，宜兰就已经有一个规模4的地震，刷落来是6.3的地震，过后2:16、4:28，各有2个地震。这个地方就是刚好是在那个。
菲律宾海板块哈，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底下那个琉球海沟的那个那个附近哈。那个它在海底地形上哦，刚好又是两个海盆的交界。这个禁用的所在跟2002年的331地动相差刚好有8公里，当时331地动搁海台北101大楼吊车落下来，好加在这届无传出灾情，这嘛是最近两年来规模上大的一届地动。气象局提醒，未来几天嘛是有可能有较细的余震出现，民众应该随时注意。记者台北宜兰综合报道。